大家好，我是明的。晚上去牙科回诊后，一个不小心就睡去，上片就晚了，真抱歉。这种天气下，被窝实在太吸引人。那来看本周的 BOSS 情报，被克隆的五兄弟又来了，小心提防他的范围伤害，以免一锤下去就直接灭团。因为我活书角色不多，目前先以这样混搭的配置出发，慧慧、艾丽卡、暗刺，到时候石头够的话，应该会四个手气，看能不能歪个梅丽莎出来。老样子，请配置高强化武器跟风抗饰品，因为我没有风抗耳环，就用其他的凑数。题外话，我在后来打过几轮后，有调整边路，这次活动赠送的塞西利跟之前送的鬼之，在被降低模仿跟误攻的情况下，也能有稳定的输出表现，很适合边路队伍。感谢游戏的佛系设定，养生完也能轻松攻略各种关卡，虽然相对玩的群众偏少就是。最近有一款跟史莱姆相关的游戏上线了，这一看就知道是满满的氪金形状。自从玩过一拳超人以后，打死都不会再碰这些所谓正版授权的 IP 手游了，千万别想能体验什么游戏深度，顶多带给你钱包满满的深度，掏空的那种。你想当养生游戏玩，我是不反对，真的拜托不要再破坏我喜爱的作品们啊！我是冰的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